大片稻田，好美哦，然后再折回去，哦，在雨中拍的。那我觉得，哎，画面当中那两个稻草，大家看到吗？一个穿红衣服，一个在左上角穿绿衣服，这两个就是连结了，因为它画面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好，那再来快门机会，就常常我们看哇很精彩，可是拍没有拍到，那怎么掌握开快门机会？举例哈，这我在罗东林场拍的，哎，我从那边看呢，我看后面有人在聊天，那是狗哦，专门在等它主人干嘛？一副呢，若有所思的感觉。好，他往这看，对不对？他往那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哦，这样子，好，我觉得比较满意是这一张，好，跟这样子是截然不同。啊，这样子，那你就要等嘛，你要等那只狗，你不是哎、欸，你往这边看看镜头，我不会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你看镜头，你看镜头。好，那我第一开始拍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后面有人嘛，所以我就换位置，好，就换位置。好，那这个到底什么颜色？它呢是在哭还是笑？哎、欸，不重要啊，主要是它的身形，然后在那边好像哎、欸、很忠诚的等待主人的归来。好，那个剪影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好画面，大家想象不一样。那这一张小朋友开始跑，这个我也不认识啊。哎、欸，他开始跑，你看哦，我们刚才讲点景，知道吗？可是静态点影跟动态点影又不一样，这张因为有动态，静态的，对，会让我们有视线往前面带，带到后面黑色的那个火车头，哦，感觉是不一样。好，那这张那张呢？这个就是我上次我说去启明，大家评对，哎、欸，刚好旁边什么台北大学，然后呢那个天母校区。他们那个运动系的学生在那练习，哦，他刚好垂降，然后那瞬间有去拍，啊、哦，这是我们学生，哎、欸，他们比赛，有时候我会帮学生记录，那有时候这种东西可以稍微安排一下，团体照每次拍团再拍都是那样的，哦，那我说，哎、欸，那大家把帽子往上抛，对，万一二三大家就跳，哦，那我再把那瞬间凝结，哎，这样就会觉得很欢乐，很有动感，然后衬上那个蓝天。哦，整个的反差就很强烈。好，再来意境经营，我想各位文老师嘛，这个是大家最擅长的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到活动运动公园，啊，这小朋友嘛，要很欢乐这样子。好，他说，哎，比如在教，哎，小朋友拍，那你会觉得，哎，这小朋友学得认真，然后老师跟学生的互动也很好。好，就是画面会比较有故事性。好，那这一张呢是什么？这张是他们在拍照的时候，然后我从后面去拍。你看这些孩子哦，如果我们仔细看呢，你会发现他跟我们一般不太一样。对，发现他们拍照有没有都拿得很近。还有前面这个孩子是多重障碍，他不只是眼睛视力很弱，他还同时智障，是多障的。那他也来参加。那我去拍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长得什么样不重要，可是从这画面拍出来。都非常专注的，就算下雨，他们还是很认真的。哎、欸，去拍出心中那片他们觉得最美的风景。这种照相哦，其实是一个导演，在罗东运动公园，哦，桥的导演。那在旁边呢，他那个竹木池的生态池，哎、欸，我就剪一抹这个树叶的剪影，对，配上这个哦，很平静波的这个湖面，感觉上就有一种平静感。那这张其实什么，就水中的植物嘛，啊，就水中的植物。可是我在拍完以后转成黑白，转成黑白。哎，这也是刚才那个，啊，那一样。你看我做成近摄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？有点像那种欧洲很古典的，啊，那种感觉。这两张都是同一张，左边一张，然后做成这两张，然后我把它拉到另外一边对称，对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同一个影像，你看我这样摆跟这样摆是截然不同的，这有点像龙凤断脚的感觉。哦，哦，那这一张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旁边你第一首诗，写一些文字，哎、欸，就是一张影像诗的照片啊，多棒！好、哦，那这是彩色的，哎、欸，转成黑白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彩色彩色的意境啊，黑白就不一样。好、哦，如果哎、欸、找一个书法写的很不错的。你草书上提一个标题字，然后中间再用明体字，哎，就打一下，哇，那搭起来就很有质感。所以有时候拍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预留一些我们想要放的一些画面。那你说像这样，画面通常都要拍满的，不一定，这种适当的留白很好。像这个，哎，我拍完后我上面加一个，
其实你可以把它水下放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。好，看起来就很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刚才我们提示一下，就是如果在拍照的时候，当老师会问你，那像我要转成黑白模式拍吗？大家拍的时候，大家觉得，因为我刚才这几张都是黑白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质感不错。那我们拍照模式，我要直接转黑白拍吗？可以从上面拍色，然后可以，它可以选择啊，嗯，选择黑白，它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黑白的。我就说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哎，以前用底片嘛，你要拍彩色要彩色底片，黑白就黑白底片，那你拍完就不能改。那现在你看、哦、手机这么方便，所以相机也这么方便，拍照的时候基本上你都用彩色模式，把它所有的资讯都给拍记下来。那至于回来你要做什么黑白，你要做什么特效，那都可以。可千万不要一开始我们就做了特效去拍，那你这个特效回来你想要转成其他就会糟心一点，那就没办法去做比较原始忠实的呈现。所以我的意思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，忠实尽量所有资讯都要把它记下来，回来都要看怎么转成用，那就都 OK。意思是这样，对，所以我们拍不用转地方。还是我想请问一下，刚刚有没有动态？那像我自己拍动态，我只要拍动态就会模糊掉。嗯。那刚拍的动态是很清晰的，嗯嗯、怎么样动态可以拍清晰，不会模糊掉？因为会拍手，好然后一打呵欠，那个脸就变形了。那老师是用手机还是用相机？手机。所以手机会比较模糊。那手机跟相机有个比较大的限制，因为手机基本上它拿来打电话，拍照其他辅助功能。那相机本来就是做相机拍照的设计，所以功能上有差别。那如果说要用手机拍，可不可以？拍得比较清晰，但是一定它比较要求是你要在光线充足下。比如说白天，我们在窗边或在户外拍，那样子容易清晰。而如果在室内，那除非你刚好把灯也打开，刚好旁边有个小的光点，就比较容易清晰。要不然它因为光线不够，它势必要把范围变得比较慢，才让你这样清楚。对，那如果我们今天是相机拍的话，那就可以调。那个就是因为他讲话很有声音，就是他的曝光量跟半明还有这个光圈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说用手机，其实大家现在都习惯了，那就可以在白天或是户外，看看拍到清晰影像，几率就比较高。有一次我晚上在擎天岗，是，哦，晚上在擎天岗，上去拍，我们人家六个人，拿六个人手机一直拍，拍不出东西来。嗯我忘记吗？那个，就是所以就是手机，它没办法那么快感应到那个光线。我们还是用闪光灯哦。是，这还是没办法拍出那种效果。对。那我稍微提一下，大家如果问的话，就说我们一般讲说曝光量，简单讲曝光量，大家有时候看照片嘛，微光全跟暗亮，曝光过度，或很暗，那叫曝光不足。好。那掌握到曝光量，在相机上有两个装置，一个叫快门，一个叫光圈。光圈就是镜头上面那个开孔是大，就光圈大；开小就是小。那快门是，它快门的用开的再快一点，是慢一点。那我们比个喻好，比如说，如果今天去装水，请学生去水房装水，拿了两个桶是一模一样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同学呢，他们装水，假设呢，把水龙头开很大。以身呢，平常生活就是很慢条斯理，他就开小小，反正慢慢流，保持没有限制。所以可以想象，假设开水龙头同样装满一桶水，它的时间是很快很慢装满，很快，速度就装满了。那以身呢，要装比较慢，比较久才装满。所以各位，假设那个水龙头开的大，就是大光圈，对吗？很快装满，快慢的。以身开水龙头很小，就是小光圈。那它装的也是慢慢的，所以意思说，我要同样得到一桶水，那是标准的曝光量，让影像正常。那你可以用开很快很快，你很急，那你就大光圈。可是呢，这时候配合快慢。好，那反过来是，如果有一个医生发现觉得时间不赶，反正时间我多的是，我时间很长，那你可以拍很小。所以对老师刚才讲的疫情说，我今天装的水，我很急，洗干杯，我躺下等它淡。就给你以最快速度就要装到，那才能把小火都拍清晰嘛。那你就要光圈开得很大，可是手机的光圈就是很长的，那怎么办？我只能靠光线来补足。所以光线按它没办法开大，它就被限制。那如果今天我们是相机，可以把光圈开大，所以大概这样的概念。
啊，如果有以后我们有机会下一集在路上，我们再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来清楚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我就这样，我觉得大家生活上如果提到什么就提出来，那我们可以现场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谨慎，什么叫谨慎？简单讲，谨慎就是谨物清楚的程度啊。大家觉得哎，这个模特很美啊，后面很朦胧啊，有没有？学生喜欢拍的。比如哎，你看前面这是夕阳也对不对？它后面蒙蒙的，哦，这个叫短景深。那我拍这种呢？哎，如果今天哦，我们家族去旅游，刚好在铁轨上，哦，那我要拍，不会只有前面清楚吗？会模糊，或者说火车头清楚，前面人都模糊了，所以这时候哎，我就要让景深来比较长，啊、哦，要景深一点，好、哦、像哎小朋友带去的，这样有点像在拍商品，哦，它就是那种很浅的景深。对，哎，两次好像在对话，不是镜，这是很浅的景深，所以可以看到有长的景深、浅的景深，哎，表现意境是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也是啊，你看我把这个树当前景去拍那个生态池，哎，那种意境就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也可以这样拍，那么我抓一个单纯的景，那我要呈现是，哎，光线照射下来那个树叶，然后逆光那个美感，那后面不知道吗？我用短景深呈现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哎，顺便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这个我在阳明山有一个基金会。好，那个基金会呢，它本身现在在办世界新闻摄影展。那是世界新闻摄影展是从荷兰开始办，好，已经办了50几年。他们每一年呢，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，好几百个国家。选出来的新闻摄影从那里的照片跟着这种类选出得奖的，然后呢在台湾也被巡回展出，那是他们引进啊，所以最近刚好在展在那11月29号，好，免门票蛮棒的，那等一下会后我可以把资讯给大家，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看，好，这是我在他们展场拍，那这我就用短景深，他们其实就是一杯子嘛，然后用兰花这样装饰，好，再来讲画面均衡。均衡什么意思？我们通常拍团的大家站台，对，很矮板的。哎，那我可以这样安排，就是后面的远山其实让画面稳定。那如果我让前面都是这些风景，当然也很美啊。可是我把这三个小朋友放一边，这画面会有前后的均衡感，不会显得后面呢很满，前面很空。好、哦，这也是啊。有时候我们安排团体照，不一定大家都排在站台。哦，可以配合这个空间，大家做不同的姿势。哦，那这也是啊，你看哦，光线在右边，然后呢，它按到左边，然后让后面，哎，那个跑道的线跟它呢有那种强烈的空间的对比，好、哦，形成一种画面均衡感。好、哦，这也是啊，就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树的枝丫怎么去取那一小块，那一块可以让画面看起来舒服。所以均衡感简单讲就是不会头重脚轻，或是左重，哦，右轻这样子。这张对要拆开的，其他应该输的。提示：某个文创场地。松烟。对，松烟。其实他那边有一个卖咖啡的，卖配的，走廊一小角，然后这些就是他们什么，喝饮料啊，他们把一些咖啡豆放里面，然后放在窗边，然后我去拍，我觉得。好像我们这个现场那边喝咖啡小量会讲，就很轻松愉快。好、哦，这在罗东高雄拍，那他们那边可能是他们学校的工友吧。哎，那我觉得那道墙啊，哦，那光线洒下去那个质感，跟那个三轮车哈呈现那个蛮好。这也是我刚才讲我在那个展场里面，他们上面拍一个天井，那我用剪影的方式去呈现，我看那光影交错感。哦、色调、哦，色调选择。那色调是说，哎，整个画面是呈现什么色相、什么色系，给人感觉不一样。好、哦，它也是那个，啊、哦，七里香，有都是绿色的。啊、哦，或者这在宜兰民宿，有红色的砖瓦，就像啊、哦、这个图像，啊、哦，都是用暖色系呈现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呢？好，落叶缤纷嘛，你看，哎，秋季来了。好，那这里看看，整个是绿色的，
啊，以这个色调为主，那哎，这些人物就显得很跳。这一张。然后看你那个46K你在那里会比较大，放那个前面那个。好，很好，老师问很好，因为我们要把它拿走。他讲的我有考虑过，我想把它闪掉。阿姐稻草人后面在刮，阿弟弟后面在把音标。我。啊，因为只有这个角度最有。有时候我在拍，哎，奇怪，这个要不要避掉？可是我避不掉，我如果避的话，会我镜头往上抬，右边那个人就切剩半身，我就没有很大片的这个地当做我的稳定点。老师讲很好，其实确实是，对，那应该要避掉，对，可是真的没办法避掉。但是有时候拍照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闪。那像我如果要避掉，拍起来就很掉了。会啊，像这样不会，那老师很细心。但是哎，我们如果只是看也不爱，其实就很真实，也还好啊。真实的呈现。对对对，如果从某个程度看，哎，那就知道确实啊，在宜兰拍的。刚好的地点。对，46K 多少？我不知道，跟那我没有作假，我凭什么去查？评价是叠加，哦，对。谢谢。不会。这张对选明明。好美啊！对上在哪里？在八音哦，金山那里啊。对，那边其实真的有，大家可以去，那边有八音居的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就去的时候，他们刚好插秧，然后上面都是浮萍。浮萍，我记得小时候还有浮萍，这么火。小时候还捞浮萍喂鸭子，我看大家有没有经验。我们捞浮萍喂鸭子，那时候。然后喂鱼。然后喂鱼，家里就是那个用不锈钢，然后做那个鱼缸，然后喂鱼，然后就跑到那个故宫。哦，故宫那个双溪那个溪，它好像有两个圆，然后其中的圆就浮萍，就拿那个网子去捞，然后放在铁桶扛回家喂鱼。哇！因为他们不吃鱼饲料，他们吃浮萍。哇！他们在那边喂鱼，我只记得以前大家都养什么，可是家里有个池塘，上面就养鸭、养鹅啊，鸭就来养乌龟鱼啊，有没有？那有些更厉害的架高，上面在养鸡啊。就变成循环，我就看过，我记得小时候看过，哎、欸，有一些盖一个鸡舍，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大，大概就有这个桌子，这样一块或两块的空间，底下就养蜗鱼，水面上就养鸭跟养鹅，上面呢盖成鸡笼就养鸡，完全循环不浪费。对，好、哦，所以这张你看，哎、欸，它的色调让我觉得四五流行啊、哦，很原始，很乡村的淳朴。然后你看那个田埂也蛮重要，就它的地点是哎、欸、这样的弧线。就那浮萍带的空间就很美、这个在哪里拍？这个就在新生公园，那个花圃在花茶店，就是在林安泰古厝前面。啊？哎、欸，林安泰古厝前面，哎、欸，我就去的时候，天空就这样，我都没有调，天空就这么红。对，好、哦，然后刚好那个彩霞，对，它的造型，哦、嗯，也是刚刚看到极光耶，而且就是台北。这个要讲八烟区了，它最有代表性的景就是这个水中央。那时候走到尽头、啊，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刻意把这个留下来，那上面就是原本的一些故事。老师，那我可以打岔，因为上次要问都没有没提问，所以我看到像我表哥啊，还有我小老师退休，他们现在都很会摄影。那这是后来怎么加上去的吗？对。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个是我把它做成 DVD 嘛。我就放到图片，然后直接上去了、啊。但是比如说他们是直接放在那个脸书的 po 文。哦，也可以啊，那就像这样做完，就数字整个上影像。然后再放。对，再放。等于说。是一定要先用 PPT 制作过嘛，对不对？很多软体都可以，比如说用 Word 也可以啊。你 Word 就做好那一张，然后那一张你把它输出成单一的影像。为什么可以马上拍，然后下面就有？哦，没有，它已经是后置，要后置。可以。啊、其实有些东西是，如果我们加一些文字，会比较有感觉。有文字这样，有个文档。啊，这里其实如果你再往后走，它其实后面可以再进入一个八音区或汤屋的野溪泉，野溪温泉。那野溪温泉是要申请，直接要贴砖。野溪温泉，对。我没有去过。真的吗？可是后来听说那边后来人家还是讲说不可以去，对，其实他们是不能去的。是，它是管制，没有错。去过一次，我都还没去过，我一直想去，没有去。山上还不错，很棒哦。要爬到，
但是他我们是违法入侵。我原来这边一边考学一边偷钱。有很多人带东西去那边对。所以在那边你看，哇，那个水泥，啊，写的也很漂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电影的这个行销企划。那像刚才我们这样讨论，我们刚才就是有关照相的部分，构图我们大概怎么样这样 review 一下。那我照规就是，如果拍照的，当然这时间很短，你觉得哎有没有想要询问？你可以利用这里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大家日常生活，如果拍照有碰到比较很难解决的，或者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，哦，他问你，其他老师那个比较困难，可能是。以后才会。那我本来今天想把我的单眼相机带来请教老师，就没有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想可能是大家第一个说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那如果我要买相机，对啊，就像是我说，那我要买什么相机？对。那像我现在想说，是要买单眼呢，还是所谓的类单？对。那类单跟单眼的差别呢？单眼就是说本身它是单眼相机的功能，那类单叫类似。当然有差别。那像我们自己的学生，那我会鼓励他们，你是学专业，你要买单眼。那基本上呢，它有一个概念说，相机一定有机身，会有镜头，这两个基本概念。那一般的镜头，如果是单眼是可以拆的，类单是不能拆的。所以差别在说，哎，单眼我的镜头可以换，可以交换式。就像以前我在上课跟大家讲，以前哦，那时候刚教书，还有那个这很疯，就我拍照的时候。比如那时候爬玉山，我就有点夸张，我就会身上呢拿一台相机，这台我拍 slide 拍正片，那时候还拍翻面镜，还挂一台，是拍黑白的，好，那包括里面这边放彩色，那每个相机都有一个镜头，可是我会再穿一个摄影背心，然后呢不同的口袋放不同的镜头，对，而且都要求定焦的，就是不可以有润的，因为我觉得润的那个画质不好。所以会有望远的、超望远的、标准的、长镜头、超长镜头，景深照。对对，然后这样扛上玉山，然后还背一台一二零。一二零是大家以前拍个大头照那种相机，两大宝贝。好。再加上镜头两颗，然后那时候很傻，还装在那个皮箱啊，装了连皮箱都扛上去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拍照就是为了追求那个品质，你要要求自己是用最好的，然后呢？最单眼，然后呢最定焦的去呈现，那有差，是真的有差吗？你想想看啊，如果说一颗润的镜头从近到远都被涵盖，那人家干嘛买定焦？对吧？就像对，我们配眼镜嘛，就是多焦镜片，对不对？方便嘛。可是真的是这一副跟配专业近视戴，这一副就算是老花戴，有没差？有差啊，但是不方便。到后来大家就那多焦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调整，好，我可以用。多焦的变焦镜头来去应付我在拍摄的场景。那焦到一段时间呢？以前学生做一焦哎，后来会改，现在不行，五十分、四十分重拍呢，觉得，那现在焦久了，拍的不错，比这样，拍的都蛮好的。那我通常会追问说，那老师问你为什么这样？你拍东西你想告诉我什么？那如果他可以说得出所以，不是很棒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真乱拍，那就要重拍。我觉得我们会心境的转变，所以人家常说，就是摄影三个阶段嘛。一开始看山是山嘛，看水看什么？第二段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什么意思？我要拍人家不一样，我要什么特殊技巧？对，我要特殊什么方法在显示我的功力？而经过这一段，其实最后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那意思说，你会回到那个事件、那个人物景的本质去呈现，不会太被这些东西牵绊。但我觉得学生其实需要这些过程。有一开始讲说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老师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就不一样。他没感情，对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有一点点牵绊，跟大家分享。OK， 就这样。
单眼的话，你觉得就是 Canon 的单眼、Sony 的单眼，你觉得什么？哦，对对，我刚才讲到这里，就是说我要提出相机有机身跟镜头，对，就对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去配眼镜，我们说好，我们今天来竞赛，分两组，然后呢，每一组呢有5000块的预算，看谁可以配到一副呢最时髦，然后呢镜片呢又画质最好。哦，时间呢是1小时，反正呢以百灵高中方圆你自己去展示干，一点记忆啊，因此你做啊干，然后找专门的眼镜造型师、跟电光师、跟镜片师来给你。那这个各位是带着热血出发，要招厂啊，我一百六十堆嘛，对啊，等待眼镜那个货，全部都画对吧？然后开始问哇，那什么日本后摇的镜片啊，这个蔡司镜片啊，有那些。老师，你戴着眼镜最符合你时代，最 fashion， 你看应该够翘脚哦。他说来剩什么？大家去用眼镜，一个是一个镜框，刚才镜框的3000块，一个存2000块下列镜，哦，或者讲3000块啊存1000块，那加镜面，哎，差一丝镜头，这个镜片要3000，你只剩1500块镜框，那对你会从哪一个角度去做手机的主题？我害怕你，把你抢掉了，镀金的，对不对？镜片反正只有自己知道，人家看不到我镜片好不好？我让钱来钱往里面，哦，怕我怕嘛，来对方给我。可是大家观念都很正确，镜片就是没事，因为镜片又帮我们视力，所以买相机就要两个，对，就是机身跟镜头。我们话题比较重要是在镜头，机身的功能多寡，其实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。那，啊，当然，如果你现在预算不上限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你都该砸了，哦，都该砸了，砸到顶级，那当然 OK， 对，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对，那当然就是刚才讲，管控啊、填空啊，这些都是过去做相机光学很大成，所以数量上一定不会。那当然说更高的，就买卡嘛，啊，水嘛，这是比较顶尖的嘛，那它就可以。对，那我觉得其实依照自己需求，然后符合那个预算。对，对老师来讲，哎，可能平常的记录，那想有一点创作，啊，那如果有一台类单录，那我觉得也不错。那所以说，你今天觉得，哎，我在相机上走远，因为现在相机差不多蛮成熟。像我那时候从传统的相机到数码相机，我很痛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出来你想去买，买以后不到一年就废了。对对对，就废了。大家相信吗？曾经帮学校规划一台数码相机刚出。那台相机，你知道多少钱？3000块。顶级吧，30万买顶级了。那我讲到你可能傻眼。当时它里面一片机坏掉，然后修，他说那块机卡10万。你想，现在机卡什么几百块就有了？老师，你要32G、64G 对不对？那时候那台它的机卡不是以 G 啊，只有16MB。你很想象吗？而且我告诉大家，那一台相机的画素30万，对不对？只有32万画素。我现在把它留着哦，我把它供给告诉您说，我们是这样子含着血泪这样走过来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老祖先是花了多少代价？就刚出来很贵。而各位知道，那数位刚开始什么？几年对吧？的画质加新的嘛。对。我们如果讲那手机大家最熟了，你看手机厂很坏，以前什么 Nokia 啊。不管哪一家出来的手机，明明都是摩托罗拉的，它这一款那一款充电机就变成电池，大家发现吗？有没有？你就同样是买摩托罗拉，这两个机器本来就买两组，现在是才整充电线是两组，输出可以用，这寿命还在搞，自己这输出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数位产品它的投资也是这样。那我觉得对各位来说，我们可以更迟，稍微等待一下。第二说它不是。是吗？三星的这些数位的特展，因为我觉得有去看一看，有时候有些特展的。好，大概相机部分大概是这样 ，OK 吗？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课程哈，我想我们今天会放在比较重要的是，我们进入到微电影。那上次我们讲一些概念，那今天我希望说我们特别找，我其实这边准备了好几部，但是我希望可能。我们如果有看过看两部，一部是
大家往这个